众如果不懂这五个要点，这五个要点就是说，懂吗？除气，第一堂课我就告诉你，除气，什么叫除气？你练功的气要除起来了，聚气，聚气是先天气又跑掉，你们要聚起来了。调气，我里面有废气啊，你要跑掉把它退出去啊。氧气，氧气是氧气，就是你刚才他电脑你打完以后，你要把它泄火，你打完以后你把它收起来，全部没有。再来采气，这五个要点你要懂。你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哦，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一派多厉害，多厉害，但是你搞不清楚，你这五个要点你懂的话，你去做健身运动，去做跑步，去做游泳，你去做什么运动，所有的运动，你把这五个要点做进去。所以有人说，你看我练这一派啊，我这一派就是这样练啊，你不能练别派啊，没有那种功夫的，那个是老师怕学生跑掉，有没有？哦，他跟你讲呢，要绑住你的要点呐。重点，不管你练哪一个功，运动也好，跑步也好，你去爬山也好，你懂了这五个重点，我再讲一遍。你要练功，第一个就是在谈这个如何除气。除气就是你这个心脏这个火啊，就往头部冲，往上冲，你要怎么办让它下来？第二个就是叫做聚气，聚气就是说，那、啊、你练一练以后，你会怎样？那、啊、你会滑筋嘛？因为你掉运动以后伤到你的肝肾嘛，所以你的动的先天嘛，啊，所以你会小便会。尿蛋白嘛，因为那个肾脏是过滤你的这个血液里面，把它的营养跟蛋白质，它要回收嘛，结果哎，它就流掉了嘛，哦，流掉了嘛，所以你要怎么办？这个叫做聚气嘛。好，第三个叫什么？我们左右阴阳嘛，我们叫上下阴阳，好、哦，然后左右阴阳嘛，所以左右阴阳是我们讲的叫做聚气嘛，再来前后阴阳。前后阴阳是什么？我们前面有阳阴穴，后面有阳穴嘛。前面的穴道叫什么？募穴，后面的穴道叫腧穴，各有十二个，各有十二个，所以这叫什么？我们叫做三折通气，雷风相搏。所以你开始我们身体一个卦，上下阴阳，你只有这个上下阴阳你调不好的话，你就生大病了啦。中医讲的，你水火不济啊，啊，你水火不济，就是心火跟心火院上肾水的接不起来。第二个什么？哦，第二我们讲的肾气已虚啊，你的肾阴肾阳，因为肾脏两个啊，一个是阴，一个阳，一个水，一个火啊，所以你肾脏会产生很多很多人体的病啊，心肌梗塞啊，还有你的高血压、胆固醇都跟肾有关系，两个肾，所以两个肾这两个肾怎么办？再来前后阴阳，前后阴阳调不好的话，你的身体的毒排不出去，我们叫调气，调气就是说我身体后面有十二个腧穴，前面有哦有十二个募穴，就是腧穴双透，你怎么让它透？透了以后，你人体才不会阴阳颠倒，你人体才会，我们人体会生病，就是你阴阳错乱。修炼的，修炼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叫什么？叫出阳神，啊，叫做身外有神。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他这个是无稽之谈呐、啊。哦，这个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里面讲一句话，说，当科学家走到山顶的时候，登到山顶的时候，他发现他这个神学家已经坐在上面。所以，科学的基础是什么？数学嘛。啊，数学再更上一层是哲学嘛？那哲学就是神学。那这个神学要讲什么？心，你的良心呐、啊。所以很多人，你看现在好多人哇拜拜啊，哦，可以说家家户户都要拜拜。那你拜的是什么？在求嘛，我要求了我家里面，就是你是一个新的平安，还有一个求了求财求利嘛。很多人在求，哦，像以前那个在流行那个。几十年前呢，大家乐的时候，很多人说哇，去拜神啊，然后把神请到家里来，然后就是要给你开个名牌，开不到名牌就把它烧掉，把它劈了。那这就是人性，这叫做人性。所以你在拜神啊、哦，拜神、拜佛、拜耶稣都好，这是要拜什么？拜你的心呐、啊。哦，如果你这个心不干净，你的心里面哦，你的心里面想的都是唯利是图，想的都是没有
自我感觉，我好就好，别人不好，你拜没有用。所以到这个无形的当中里面，无形当中里面，你要一种敬畏之心，而且要一种无所求。所以道家的修炼法里面，我在上个单元已经谈到，叫做慧命双修。什么叫慧命？命就是告诉你要修身养性啊，你要练身体啊，你要注意到你的命根性力啊，你吃的东西注意啊，排的东西注意啊，哦，那你身体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啊，哦，那很多人吃的多放的多啊，他吃这个补来壮阳，然后去乱来啊，哦，那吃了以后也不运动啊，那吃了以后就你就变成脑满肠肥嘛，那当然很快你就人就生病了嘛，所以这个人生啊，叫修道家叫性跟命，就是说你一个人要到修到你身体健康，然后你的心理也健康，然后你的这个心性里面，心里面你的我们叫道德嘛，就是你有这个品性，人的品性嘛。所以有人问哦，老师，什么叫百药？百种药来吃？他这个《玄都律文》里面的百药律，百药律讲的是什么？不是说我来吃一百种药，他告诉你就是说，你做一个好，你的心存善念，你出现一种好的理念跟好的想法，他就是给你一种自然的药物。这个很多人有没有？他就生活在一种自取灭亡了，自己在往死里的路走，你不知道什么。你看现在很多吃的、喝的、用的，哦，像最近你看那个 COVID-19， 它一出现以后，整个世界几乎要停摆了。那很多人，你看他疫苗，哦，错，你打疫苗，打疫苗，我想不还是哦，打要打，但是病毒一直在变呐，啊，所以你的这个以后变成一种流感，所以看你的造化嘛。这你能够活下去就看你的嘛，看你的造化就看个人的这个生命。所以很多人在谈这个说，嚯，哦，怎么会我年纪这么大了都没有碰过，碰一次就够了。这个是什么？这个除了天运，这个天运什么意思？天运当然很多人说什么迷信，我告诉你，天有一相，地有一物。像很多人他那个都在谈到说，哦，老师，你看那个印度那个《吠陀经》哦，里面的星象多厉害，还有那个没有欧，哦，那个西洋的巴比伦的那个星象多厉害，那，啊，中国怎么没有？听说中国的失传的，你知道为什么失传吗？因为中国的星象叫做五星占，帝王时期的时候都有钦天监，这个是属于国家的机密。钦天监你学到这种东西哦，你不能，如果哦，它不能传到外面，要传到外面你要抄家，为什么？因为它这是。他观星望斗的时候，他可以决定天下。还有这个钦天监，你要把天下的事情要变化的时候，有大事，有凶兆，有吉兆，他可以从那个星斗里面去看出来。那星斗看出来的时候，你记载的时候，哦，你这个是属于国家机密。所以你看，全世界只有大概只有中国有个钦天监。钦天监就在专门在观星望斗看星象。那这个东西，中国大概我讲不好意思，全世界大概星象最高了，最厉害的是中国的占星术，中国的叫做五星占，哦，它里面的叫做天哦，这个天文历法这些东西的，它几乎失传。那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是迷信，不是迷信啊，天体里面有不可知的东西，我们人只是在地球里面一个小小的，你是一个小小的，你只要登陆一个月球。跟火星跟你最近的，你就要弄了，好辛苦的。你看宇宙跟虚空这么大，你怎么去啊？还有几万年几十，那才是一个信息，才你光年呐，啊，用光年，你看那个星星是几万年或者几千年这样下来的，所以人很渺小。但是在道家的修炼里面说，人有这种能量，但这种能量是靠你个人的这种造化。那当然，像有的人在问啊，老师啊，那个星象。我们练气功跟星象有关系吗？有啊，老子在出那个函谷关的时候，他传给乙许，他写的那个81章的那个5000字的道德经里面，他就教他观星法。观星法观到最后，他人体跟这个就好像你有那种信息，你就有一种超能力。但是现在你有没有？有的人他已经多强了，但是你能不能达到这种？你能不能预测？可以啊，你像我们这样的天干地支啊，风水啊。奇门遁甲九宫，你就可以算出来啊。我们这个人的手上面有一个奇门遁甲，哦，它一坎二坤三壁四震四巽五黄六白七四八兑九离，它这里面哦，它从大运跟流年，
它这里面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一代表是一个我们叫做一六八嘛，一路八，一跟六跟八，它是代表财；二的话是死亡，三的话是这个官司了；四的话是文昌；五的话是煞气、生病啊，然后一些不好的东西啊，这是我们讲的叫五黄煞。好，那第六也是财，七的话是口舌，八的话也是财，九的话是桃花。所以这个中国人就是把这个用八卦跟九宫啊，它在你的这手上，它在流年在转运转动的时候，再配合天干地支。天干的话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那这里面的之间它有天冲地克，互相的这个煞啦冲啦这些东西在变化的时候，你说你如果有研究，你就听得懂。所以这个《奇门遁甲》里面有一句话，《烟波吊索》它里面讲的说，天地尽在一掌中。你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甲庚冲，子午冲，它这个甲子之间甲天干地支之间冲的时候，天地会产生什么变化？这个东西你说是迷信，它不是迷信，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是运你自己知道了，你可以去看出来了。所以很多说我有这个预知能力，这你这用它判测什么预知能力？你星象天象还要再配合这个干支，然后配合这个八卦里面的这些，你算起来的话。它才准，而且你可以修炼，所以我现在来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几千年下来，老祖宗是有文化有哲学，这个很精湛的这种东西留给后人，但是有很多人他怎么讲啊？那骗人的啦，那个骗人的。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说：“上士闻道，勤学之啦；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止以为道。”什么意思？你用眼睛以管窥天，你去看天只有这么大，那天就是那个管那么大嘛。你坐井观天，我们叫井中之蛙，你看起来就这么大。所以这个人都是站在自我的感觉良好、自己的用意识里面，我研究这个，这个是我的专业。我常常跟同学讲一个开玩笑的话，你研究什么都可以研究，你去研究艺术是要医人的嘛，艺术的话是要看这个美，音乐，但是你一定要研究健康，然后研究这个人的有没有，道家讲的性命双修，你一个人如果说你缺少这个，你赚了很多钱是假的，我讲不好意思讲的嘛，你赚了很多钱只是有的人是利己也会利人，但是你的真正的大作用很多大企业家，他到最后是怎么做善事？那善事的重点里面，他根据哪里来的？所以道家讲这个性，他性到最后的超脱。我们因为这里有一句话嘛，说点亮心灯照虚空的，跳出三界五行中。我们人是在三界五行里面，因为你跳不起来，飞不起来，你每天要吃鱼吃肉，要吃金木水火土，你不喝水，你没有灯，没有光，没有空气。没有树木，没有蔬菜，木就是蔬菜嘛。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水喝，你看看，你就不行了，缺水你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人是在三界五行里面，但是人体，比如说我这个身体里面是一个肉身，肉身的话是要让你身体能够在这个三界五行里面，健康来去自如，那当然是靠锻炼嘛。但是还有一个叫什么？肉身叫形体。神还有你一个神你人体也有神啊，这个神不是我们去拜外面的神，你人体有神的，那你的神你要好好去供养他，你的神叫做什么？我们叫做法身，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你随着你的意念，随着你的那个心性，随着你的想法，我们叫触景伤情，你碰到的环境你要改变你这个本性，或你碰到的这些很多的问题，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你能做到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性，你的性。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道德嘛，就德嘛。所以你看这幅图，这幅图当然没好了。那这幅图在讲什么？这幅图讲说它练到个阶段的话，在我们的那个金光神咒里面有一句说：“万神朝礼，御史雷霆。”万神朝礼，就是说你练到你这个人的灵光出现，然后你道德很高的时候，连天地，无形的他都来保护你，敬重你。真敬你，所以你看他这个是在猪羊练到你人体出窍出神的时候，他这个这个我们叫做万神朝礼，御史雷霆的。所以这个在性命双修里面，他道家里面所谓的命，这个人体是形神俱妙，
这个行这种这个肉身啊，所以道家他的修炼里面谈到九年面壁的时候，到羽化，我们上次谈到羽化跟红化跟密宗的红化啊，它是不谋而合。那出窍的话，这是破法重结法，这个都是一体的啊，就是道家一样的这种能量，它一样，它这个道家的这个，而且比这个还要精深。那道家修炼里面就是说，他从精气神，精气神修炼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叫性命啊，性命就是你这个肉身，性是你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思绪，跟你的品性跟你的行为，啊，这两个结合起来以后，它才会成为完美的，就完美的你练出这个法身。所以有的人，你看这个，有的人他只有出窍，把这个阳神跳出去，他这个身体他留着。那更厉害的话是连肉身带走，啊，这是道家里面叫做羽化，叫做还虚。所以他从百日足鸡，啊，十月养胎，三年哺乳，九年面壁，十二年，道家是用十二年把这个人体这个肉身啊练到你阳神跳出去以后，再回来还虚。还虚就是让你这个身体把肉身带走，叫做羽化，所以以前叫羽化登仙呐。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是无稽之谈呐，这是武侠小说还有里面随便写的。所以我都常常讲一句话，啊，那个毛毛虫变蝴蝶啦，毛毛虫，你看在地上爬的毛毛虫，它变成这个坐觉自缚以后，变成在里面蜕变，它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那你想，人这么高级，你做不到吗？所以你可以从一个一个慢慢去验证，从练精化气叫百步足迹。我们一般人只知道运动嘛，你每天都去练了，那你知道你白天在练功，晚上破功了。所以为什么有练的运动练到最后你身体还是一身病，然后练到最后有人跑一跑就走了，因为你的人体里面有一个先天的这种能量，它叫我们这个人体的精气神啊，你的三宝已经落掉，你不知道。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百药律。百药律就是说它告诉你这个人的这个中国体，它发出来能量，发出去的这种你的思绪，你的所作所为，这个就是你的跟你的灵神灵跟你的法身跟无形的这种灵光有密切的关系。那很多人很有成就啊，赚了很多钱啊，讲不好意思还不一定。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要现在这个再下去的这个时代，你要有品性的人，好人，你有在修为的人，你可能会过得比较舒服，不然的话会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百病律、百药律。35年前拍一个八段锦，35年以后，这个涂老师快70岁了，又拍一个八段锦。那这个八段锦有人以为说八段锦很简单啊，你看那个网络上多的是啊，双手托天比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调理脾胃单手举，这个很简单。我告诉你不简单，你这个八段锦很多人他说八段锦简单啦，那个我会啦，那个我几十年前就练过了，就是推手嘛，那些动作你搞错了呢。各门各派各有其长，但是你知道八段锦里面的精髓是什么吗？你知道八段锦就是那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但你知道八段锦它里面有三到九要哦。你看那个动作一样这样推上来它有练武的、练经络的、练脏腑的哦。那一样这样推上来，它有练武功的。还有练功力的，还有练仙道的，然后吸收天地能量的。所以这个几十年来我发现了很多那个朋友他们在练的时候都是做徒手运动啊，推推手推推脚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的，但是他的境界上不去，你的境界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八段锦把这个精髓三到九要我把它传出去了，让大家你好好看把这个重点慢慢去研究。
身嘛。你搞错了，不管哪一个功法，哦，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少林寺也好，所有练武功的，他一定要有功力训练。什么叫功力训练？那少林寺叫十八铜人啊，超装千斤甲，你知道那有多重吗？我们现在不是哎，我们现在练武功是这样，练身体。哎呦，我打两下拳，打两几拳，你的打的太极，打的什么拳术都好，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练功了。你没有练功的话，你怎么跟他打？你一拳你承受不住。所以你看我在做那个九鬼八马刀，你把那个绳子后面跳的后面是一两百斤呢，然后绑在这地方这样。你击中的时候，你头部会击中，你的脖子帮你击中。哦，还有你的身体要练气。所以有人在问，哎，我不要练那个硬功啊，我要练那个软功。我请问你，没有软怎么有硬呢？所以一般人就是把这个气功他误解了。那时候有短气功，还有什么硬气功？哦，那练到最后讲话的事情之后，你剩下就琵琶骨嘛？为什么？你看全世界所有人用，不管你什么功力，你一定要 overtraining， 超在训练。超在训练就是说，哦，我们健美是把肌肉练强壮、练好看啊，但是练功力不一样，它练到你不耐用，而且你每一拳下去都有硬度，会断身体里面耐的重击。所以为什么练易筋经跟洗髓？洗髓功就是吊功。你为什么拿只要吊功？你没有吊功，你不会长肌肉啊，你没有雄性激素，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啊。我在运动，你运动看看。哦，有的说老师，那、啊、你几岁？我开始已经有老人年纪了，坐六忘七的了。那老师，你这样练会不会伤身体？不会的，你要配合气功。所以你看我练完的时候，他要在那边调气、养气、除气、运气，不是这样在那边死练的。神秘五十二区，接下来要带你认识这位来自台湾的奇人，他自创一种神秘武术强阳铁胆功，能够把男性最脆弱的部位练得坚硬如铁，甚至可以拖动一台8000磅，相当于3600公斤的飞机。不只吸引国家地理频道专访，就连科学家也证实，他身上真的有一股难以解释的超能力量。你看清楚了，没有造假。两名彪形大汉上前抓住涂金胜的手臂，只见他蹲好马步，深呼吸，再施展筋骨，把气运到全身。下一幕的景象肯定让你瞠目结舌。There it goes. Tu Jin Sheng has pulled an 8,000-pound airplane over 10 feet.His most challenging Qigong feat ever.上场前，涂金胜先用气功全身血液循环，热了身子，铁了骨架，竟然还邀请节目单位的壮丁用力踢踹重要部位，确认气体集中，万无一失，他才一鼓作气，靠着男性生殖器拖动这一架重达8000磅的野马型战斗机，相当于3600公斤重。他让众人看傻了眼，这项绝活让涂大师的美名登上国际版面。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能让一名中年男子发挥傲人气场，坚毅不摧？上中下的气下来通了以后，到丹田以后，你要把身体的经脉的气要收到丹田的，哦，因为上丹田有三个，这叫下丹田，这叫中丹田，这叫上丹田。初级是要练这两个，哦，这是上，这是下丹田跟足，这叫足级功夫，哦，这两个地方就是丹气要先积在丹田。好，你看哦，这条好了，这个放在你的涌泉踩到涌泉。
大的力，痛的啪。人归元气带，只有涂金胜老师有哦，这是我们这个独门的创作，这个很有效。复健哦，你中风的、行动不便的，躺到床上可以练，站着可以练。好，如果你好、哦、开始有人气大了，没力走路。